后一节是体育课，咱来去运动营做小调。袂使啦，红雪机啊又搁踩起来啊，人干那会当伫内底耍，袂当去运动营啊。虾米，哪会安尼？我就想要去运动营做小队呢。在座的各位老师甲小朋友，请恁个目睭揢起来，坐定来想看卖咧。有两只鹿鸟伫天顶来飞，白色的云轻轻啊飞过去，风微微啊吹过来，一群囡仔伫运动场的操场上，哇，这么好耍的代志，大家做伙来去。不过这几年来，去运动场拍球、操场上、跳绳啊、海龙枪，煞变作是一种限制。是安怎？原本一项真趣味的运动，煞来变作是予人毋望的代志呢？咱南投县的县长特别关心污染的空气问题，甲保护咱的健康思想。污染的空气若是升到上悬的标准，学校就会拆红色的旗啊。这时，学生囡仔就袂当伫外口佚佗，也袂当上体育课。目的就是希望用上悬的标准来让咱的学生囡仔会当较健康。我是有感受到县长对咱的关心甲保护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是想要去运动场走小场呢。吼，拢是污染的空气害啊！咱的污染空气真侪拢是对工厂发电厂排出来的，因伫个生产的过程内底。会放出真侪垃圾的物件，搁再来，人愈来愈侪，都切厝一直起，树仔搁一直错，土粉啊碰碰因，空气当然嘛愈来愈歹，搁有四轮车甲乌托邦放出来的乌烟嘛会造成空气的污染。我是一个囡仔，有真侪代志是我无法度改变的，啊，不过我会当做的就是。出门若要去较近的所在，就会使用行的；较远一寡就骑铁马。啊，若是坐火车、坐公车嘛真好。我相信大家做伙来拍拼，空气喂一定嘛愈来愈清气。我嘛会当过去运动场走小桥啊。为着咱的环保，咱一定爱做伙来拍拼。我演讲就讲到这，落了。